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一个问题。每一次看的时候，或者每一次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都会有不同的，打动自己的地方。人得荡到谷底才会有起来的可能，所以我们竭尽全力的想去做一些破掉这些人物的事情。然后你会看到丁一在那醉得不像样子。导演最早就跟我聊剧本的时候，就说我希望你可以真喝真的酒。我说导演，我太愿意了。然后我就非常接戏的带着那个宿醉的感觉拍了麦田的戏。我们就力求做到真实。我觉得刺客流越来越刻意，我觉得前面擦完之后擦再说，说完之后就给三个人倒酒，还挺悲壮的。他们现在照样傲酒，天地之间。人类太渺小了，我们只是想摆脱这种渺小。他的那种从自从未被消灭过的精神，我非常喜欢。尽可能把我们想表达以及从这部小说上所感受到的一切传达给观众。备，开始。